这个自己做的吗？这个，不是我的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你才好看，你最好看。 君后，为何不敢看我？哦，城主明艳动人，这觉得晃眼。君后是觉得我晃眼？城主，我们往那边去看看。 情人节，行，走走走，过来你看一看，你去哪儿？就是都有，你瞧瞧啊。自己扔。我去就换。怎么样？城主，妆容稳重，衣衫飘逸，一切都很完美。 本城主问你完美不完美了吗？本城主是问你周围情况。清风楼暗线已挖出顾远亭所在，情报已经在路上。来了。臣并没有预感到什么不祥，务必控制住顾远亭，再下手为妙。是。 就不行。喂，你干嘛呢？你给我站住！哎，臣就是看这个绳结好看，来看看。你想要可以找我呀？这是随便能找人讨的吗？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？ 这可是系着一对男女情缘的绳结，臣就看看。君后这么喜欢，那我买给你啊。对了，我们也系一个在这棵树上吧，就在最高处，好不好？不必了，别乱跑。你等我一下。 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开玩笑？你凶我啊？